张智霖原有一十五岁的儿子魔童好帅啊。之前有人问过魔童会不会出道，张智霖他毫无演技，走不了这路。袁咏仪他唱歌很难听，像杀鸡，出不了道。主持人有没有影视公司要打魔童的主意？袁咏仪他真的没那个细胞，他只是贪慕虚荣，很喜欢礼物。主持人你觉得魔童身上还有什么潜力没有发掘出来吗？张智霖没有，完全没有。